如果木箱在置物柜里，那么谜语的前半句很可能就是打开置物柜的密码。五位魔神，数字。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是有排列顺序的，我记得该隐是第五十三位。开箱密码刚好是八位。这是我箱子里的宝贝之一，看来斯芬克斯是打算跟我长期作战了。他是不会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还给我了。这个其实是这是我当初学做菜的笔记本。但学了半天，还是只学会了番茄炒蛋。那天我赶回去，叔叔阿姨都不在家，张奶奶去拿药了也不在，那时叫外送也来不及了，家里什么食材都没有，我就只能用张奶奶给的钥匙去她家的厨房帮你做了番茄炒蛋。我只会一道菜啊，我怕告诉你之后你要我做别的我做不来。我才不想被你知道我有多笨，原本是打算学会了其他菜再告诉你的。今天我学会新菜了，蟹酿成。等下一次送饭给你，就不会只有单调的番茄炒蛋了。真的？那我真是要幸福死了。不过我们现在
害我们忙了一整天，这是他该给的补偿。我们走吧。看到厨房的柳橙了吗？不用特地留着了，还是吃了吧。你喜欢的话，我还可以做给你，柳橙、苹果之类的都可以。开心的时候你吃一个，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个。但我还是希望你一直都是开开心心的。斯芬克斯，我马上就找到你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能陪你走完一生，所以我才克制着自己，不去见你。果然啊，一看到你，看到你的笑容，我就开始动摇。我想留下来，哪怕陪你多过一天也好。可是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快乐，就让你留下悲伤的回忆。我会尽快解决斯芬克斯的事，然后向你告别。